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，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，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，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，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，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，在银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，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，那。